千呼万唤始出来，区诺终于又有一个新社区开盘了。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户型怎么样呢？大家好，我是安妮，我是洛杉矶的房地产经纪人，也是加州持证的房地产经纪人协会会员。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。我的频道呢，主要是关于一些新房和二手房的看房视频，以及一些买房卖房的经验。好了，话不多说，我们现在开始看房吧。这个房子的售价是70万左右，四个卧室，2.5个卫生间，两车位的车库，室内面积是2172尺 ，HOA 呢是136一个月，地税呢里边是有新区开发税，大约在2%左右总共。如果是买房投资的朋友呢，需要注意一下，这个税是比较高的。那同地区如果是老房子的话，税只有在1.1%左右。有小伙伴问过我 ，Chino 和 Ontario 的新房哪个好？目前来说的话 ，Chino 的学区会稍微好一点，但是 Ontario 目前也新建很多学校，所以我觉得 Ontario 也会越来越好的。Chino 的社区也更成熟一些。如果是同尺寸的户型的话，那 Chino 的房价也会比 Ontario 的高一些。但是 Chino 有一个问题，就是附近有很多牧场还没有搬走，所以在南边这一块的话，经常是有养牛场的味道的。而 Ontario 来说的话，很多的牧场已经搬走了。而且 Ontario 比较方便的一个地方呢，是旁边要建大华超市，离高速60号和15号是比较近的。区诺相对来说的话，交通会没有那么方便。当然啦，据我带客户看房的经验的话，大部分客人呢还是挑户型的，那种一见钟情的户型的话，大家也就不考虑这些地区的因素了。这个社区呢也是要出 offer 的，新房也要加价买，这是前所未有的。这种情况呢，我预计还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。哎，大家看房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下，有不少的社区是需要提前预约的，也有不少的社区呢需要经纪人第一次陪同，还有一些社区已经到了尾期，排队的人比剩下的房子多很多，还有的社区加价已经5-6万了。所以大家看房之前做好功课哦，这样不会因为喜欢的房子买不到而失望。好的，谢谢大家，再见，我是安妮。